今天科学所讲的宇宙只有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自信不是没有这三种现象，所以科学跟哲学都找不到它，都无法去探测它。它存在，它活泼啊，能生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，它能生能现。啊，一切万法是所生所现的，慧能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”，啊，万法是所生所现。能所是一，又不是二，这个难懂啊！现象跟不现象也是一，不是二，佛在讲经常常用水做比喻。把水比喻做自性，把波涛比喻做万法，能生万法，水能生波涛，波涛就是水，水就是波涛，但是波涛的相跟水相不一样，水是平的不动的，波涛是起伏啊，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。动静不二，起伏不二，染净不二，相无相不二，念无念不二，这就妙了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诸法实相。没有任何原因。佛经上用一个名词叫“法而如是”，一切法本来就如是。